哦，这是我们科技之下山的环保鞭炮哦，谢谢赞啊，庆赞啊，感谢。那这是呢我们的国乐团哦，那现在国乐团呢呈现的方式有很多哦，这样子，其实这样的礼宾的方式呢，在以前皇帝出巡的时候才会有哦，所以就类似哦，我们呢整个的迎驾，我们整个的绕境哦，是用那皇帝旨的方式在举办的哦，这是我们台北二王会哦，那大家所看到的，我们的乐手老师呢，也就在这边弹奏着我们的鼓，以及呢我们的这是应该是琵琶吗？谢谢，这是我们传统的中国乐器哈，谢谢。这些花车哦，弄得非常非常漂亮，整个的装置艺术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常常在讲哦，在其实。